千秋，特别举办啊，咱王蓝君仙戴天虎一座进香，这个盛会呢啊，会使非常的隆重，非常的隆重。啊，咱今仔日啊要参加啊，咱花园馆王蓝君仙戴天虎啊进香的啊，这个现场会使讲，达到1600人以上，达到1600人以上参加的区域呢，啊，对咱桃园区、台北园区、感谢
水准，来自昆林关五五乡下仑福安馆，顺领福安馆，多谢蒋先生、陈先南先立以及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干部啊，咱行政会啊的主要干部啊，顾问团干部等等啊，全体县长、林林、南君仙、戴天禄，一肃进休。南君仙、戴天禄，国父千岁，太子神仙君，连参拜三鞠躬的，一鞠躬。来，接喽！接喽！来，对，都不要走。